在你力求遵行基督的福音和教义时，圣灵会引导你和你的家庭。你会有属灵的 GPS， 一直让你知道你在何处，往哪里前进。我见证全人类的复活的救赎主爱我们每一个人，他已应许，只要我们愿意跟随他，他会引导我们平安回到天父身边。